老师好，大家好，来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收听咱今日下播五点至七点两点钟的新闻播客站。来到礼拜五了啊，今天的这个心情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呢？刚才好朋友那是讲明仔才休困哈，有时候礼拜五真的心情会比较松懈一点点。这些人是较无去混什么休困日子，还是什么过年过节，都会讲吼大节日较有去休困。市场来休困，咱个得休啊！市场来是爱吼，爱做做工课。那当然，我们就是有东西就蒙收蒙收。尤其伫今年呢，阮对年初到今卖吧，该侪朋友拢欢迎吼，收财揭晓，好像呢不是怎么理想，所以今卖一直去想讲，有啥物办法财揭晓会较好啊？很难啊，除非吼下个雨。连续下个雨，还是讲吼风台来的时阵，那无那是照种办事哦，给你雨水过这尼阿少，真的是蛮伤脑筋的哦。我直接五万落吼，但是雨水拢落未落，唔知是虾米原因呢？老天爷啊，给我一点雨水吧！真的很希望下点雨哦。老师，你伫 M 啊，给我看到雨棒，我们在这里吼根本就没有，连一点点啊吼雨门啊都看无，你个唔知哦。所以那种吼殷切期盼下雨的心情哦。很少吼这么渴望啊，但是也无法度吼，伊个唔多个唔多嘞。不过气象局讲下礼拜拜二呢会有一个转变，我们也希望啦吼，真的是希望下一点雨吼。那无今年吼，真侪活动都无法度进行啊，卖讲活动无法度进行，今啊咱立即做呢，那是要破产就伤脑筋了。不过有朋友可能想讲还早吧，到时阵可能有风台啊，什么啊，谁知道有没有台风啊？亲像去年啊，无什么风台，是不是？所以能够下的时候赶快下一下，先吼。落去听好伊，看牙讲吼，即卖有无咱也唔知。先落先赢，但是这先落先赢真正唔是吼。宝妹跟阿宝老师伫家讲个尊神，还是要看老天爷的吼安排。不过做先吼，有时阵是真侪朋友冇这种想法。啊，咱那是比别人比较早前，啊，可能呢先进先赢。但是有时阵真歹讲呢，气候的条件各方面是唔是要配合？你较早别人希望讲讲迄个三期。该错开，提早上市卖着好个价钱，我们大家都这样期望。但是如果气候方面那是不配合，拍竞争、拍广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人讲吼，较早的这气候呢，提什么贵贱吼，啊个进什么物件，提什么时阵啊进什么物件，这真的是有原因的。好了，老师，明天是立夏，你知道明天是立夏哦。明仔因为咱节目下晡时呢休困一天，所以伫立夏对咱。政府来讲，对咱做事人来讲，这又意味着什么？啊，咱真侪乡亲，如果要注意什么代志？夏天哈，当然咱有当时啊，真哩热的这个，真侪所在哈，这个实际上是阿袂足热，但是可能咱伫台湾呢，可能会真明显哈，很明显的就会感觉到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热热的哈。尤其伫即几天呢，因为一波的节节方面都过去吼，即后一波的方面也未到，即通常是爱到即个礼拜二吼，都只宝妹有讲到即八日即只只，所以未来即几天吼，即即个拜六礼拜加拜日呢拢有即个比较较悬的节节温度吼。啊，即马要落雨，可能就下礼拜二吼，即礼拜二五月八号，即只只小可都有一点啊，即个落雨的节节机会吼。所以目前即马咱看到吼，大概呢是即款呢这情形啊，即伫只被需要的咱听众朋友小提醒一下吼。即马是安尼吼，搁一下啦吼，即个咱像即个水稻吼，水稻即阵啊可能爱咱常常咧讲的即个稻着病以外呢。过来就是讲有一个即个水稻吼，水稻的一个即个恶化螨虫吼，即个咱咧讲的细心的一种吼，即一般来讲一季种呢因为一季种迄阵温度拢较无遐悬吼，含二季种比起来吼，所以呢通常即、這个物件吼。拢会当来解药哈，这个问题呢就会有比较麻烦的这个情形哈，因为这个温度的这个关系，真适合这种糖的结节发生哈，所以就较容易来解产生
这个问题伫咧啦吼，所以这点咧直接提醒着咱所有这空兵拢好朋友啊。其实咱通常伫这个时间吼，咱拢会去家己啊，去家己加一挂这糖油啊吼。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啊，这种以这个糖补出来了吼啊，伊会为水稻的这个稻长这个苗啊，伊只遐吼啊，长到入啊，过无几工了，苗啊都黏黏的装黄去吼啊。你也看到讲，有可能是拄开始可能是一边，还是苗啊这个外。啊哈吼！啊，即只即个变样变黄，啊，即卖伊即个长呢，啊是较细长掉掉吼，当时啊伊就为迄个许个去个就入去，所以有当时啊即个风啊吹这叶啊吼，会落伫即个叶面即只只，啊过无偌久，伊即卖伫内底吼，啊即个已经就较大只啊吼，伊会夹出来外口，啊就去啊就伫咱的即个搁较内底的即个心部即只只吼，啊有当时啊那是伫咱即个。买白膏迄个时阵吼，当时啊都更新诶，即个臭大心即种吼，咱咧讲诶讲死心啦吼。啊，若准讲较慢钓钓伫出水即段中间钓钓，伊着打水诶白水啊，甚至呢，若是讲伫较慢迄只遐吼啊，有可能就是即个水诶半白安尼吼。啊，真容易呢！啊，有这款呢，一个情形吼，所以呢，啊，这底下必须要咱好朋友吼，少了解点吼，就是讲啊，咱常常咧讲的这个死心吼，就是讲心的怎。我叫超大气，这种的这情形啦吼，啊，所以呢，这里正必须要和咱好朋友啊，少做些这个参考吼，啊，这个部分来讲呢，啊，一定爱少注意者，或者通常啊，咱伫这个转药啊，尤其你那是用转吼，加一挂糖药啊，做伙用，啊，你那无用转，你是用咱那是用这种这个药吼，白丹粒啊，这种吼，啊，咱就是啊，小个压压的吼，这种会当啊，有真好的这。这效果伫咧啦吼，所以这点咱听众朋友呢，啊，多数是拢有法多改做好势吼，啊，所以呢，这应该是较无这部分的这问题啦吼，啊，这个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啊，稍来改这了解着吼，所以大致上呢，啊，是安尼吼，啊，所以呢，而且会当互咱是大家做参考吼。啊，反正吼，这种天气内底呢，啊，爱真注意哈，真注意哈。啊，即马天气一个好天吼，差不多该结束的哈。都要差不多结束了啦哈。啊，所以呢，通常真紧哈，这块呢啊真。进得进入到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这立夏吼，所谓立吼，就是讲啊，这个夏天正式要开始了啦吼，这个啊为即刚开始呢吼，而且通常伫咱啊这个。来控吼，等于讲每一年吼，大概就是五月五号啊，是五月六号这几家哦，五月国历吼，五月五号加五月六号，啊，从明仔载哈啊，五月六号啊，就刚的立夏吼，这正式呢啊，宣告夏天已经开始了哈啊，其实有时啊，为立夏，咱都已经讲过啊，哦，所以这通常是有这讲哈啊，这款的这个经营的嘞，然后所以呢，这个啊，第几家家哈。伊有即款呢，一个，有当时啊吼，即种是安尼啦吼，立夏的大概伫台湾呢，啊，稻啊拢差不多该抽水的拢差不多咧抽水啊吼，但是啊，各种的这病虫害嘛比较严重吼，啊，所以啊，古早人吼拢是。啊，即、这个较无从咱即卖有即个气象预报吼，啊，因拢会根据即个天气吼，啊，根据即个天的一个即个状况，然后比如讲啊，有可能就是一挂即个西卡咧叫啦，是虾米款吼，啊，来改即个预测吼，预测讲啊是毋是啊，即、这个今年的雨水多啊是少啊是安怎吼？因为若无西卡咧叫，代表湿气较无够吼。啊，是安怎吼？所以就有各种的一个啊，这个有呢，有一点啊，这差别安尼吼。啊，即马无同款吼，即马咱伫这段时间内底吼，啊，其实咱拢会当根据伫气象局的这资料啊来做好伫这个差别安尼吼。所以啊，这点呢，当好朋友呢啊，这种小注意着吼。啊，这一般来讲吼，这个时间吼，就是讲伫。即阵啊吼，即阵啊，因为可能伫咱台湾吼，为立夏即附近，即只上重要一个，即应该是母亲节吧吼，即母亲节
我会记较早嘛，无像讲即马呢吼，即马呢真功夫吼，你敢像许啊拢，我是讲啊嘛袂歹啦吼，有时啊咱啊古早时代讲表示歹势表达，啊即马呢啊无表达煞袂使吼，所以拢输人一过迄种感觉吼，啊当然生理人呢啊即、這个去做一寡即种广告，做一寡即活动吼，所以啊母亲节啊无食者蛋糕那干嘛呢怪怪即种吼，是啊好像也是，我是感觉讲有时。这种就是说吼，这个会当真达工吼，啊，较好声少嘞吼，即看下什么一个啊，什么平常嘞，吼，有时啊，咱对咱上亲的人吼，其实上歹声少吼，即唔知是安怎吼，对外人足好，人有个人讲哇，迄某人啊，哪真好吼，学了个真嗨吼，学了个会得志啊，但是伫厝介奇怪，阿面母啊咧讲话时阵吼，敢那欠伊几啊百万安尼吼，啊，这种嘞嘛真济，哎呀，足习惯嘞，因阿母啊，有阵时啊像阮较早一个同学就安尼吼，一时还是好人吼，大家拢讲伊好人吼，因阿母啊。阿咪咧讲话，伊就感觉吼，真歹声少，我拢袂生个习惯吼。阿母啊，感觉就习惯嘞，奇怪吼。啊，即有当时啊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吼。即有当时啊，啊，咱也无啊多讲声吼。即伫咱身躯边吼，啊，都有一个这种雷啦吼。所以有时啊，你感觉讲哇靠，因两个咧讲话啦，你感觉咧相杀安尼吼。啊，但是呢，感觉那从因已经习惯吼。啊，可是呢，讲真诶啦吼，这种习惯有时候呢，啊，这一种不好的习惯，其实才是要改掉吼。啊，这人啊是总是爱较爱人好声，啊，轻声细碎吼，这个习惯吼，这样呢可能是比较较好吼。好吧，啊，这个时阵真热吼，所以呢应该爱注意呢。啊，其实不啊，拢会感觉讲吼，啊，特别呢爱。小花较注意呢，啊，应该是讲天气来啊，吼，啊，这个温度较悬，吼，啊，而且即阵啊，拄啊好是热，吼，这个寒变热，吼，到这时阵温度达到一个高峰，所以，这中间一寡这个病害，一寡这虫害，特别虫害也足严重的，吼，就会越来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吼，所以，而且咱啊提醒着咱所有姐姐、空中好朋友。哦，这个该把握的还是要把握的，这方弟兄啊吼，啊应该爱把握啊，就是爱把握好势吼，啊因为这个状况会比较较济吼，状况会比较多一点安尼吼，啊希望讲大家伫这方弟兄爱当稍用点心呐、啊、吼，稍微给他用点心，安尼可能是啊比较较好吼。好啊，天气热，有当时啊火气较大吼，啊多喝水吼，少生气吼，这。夏天吼，有当时啊，都已经热吼，都热会安怎？热会伤身呐，热会安怎？吼，我感觉讲呐，热人的时阵呢，啊，这个你也感觉讲安尼无力无力这种感觉吼，我感觉有当时啊，这像有当时是阿伯啊，我拢常常感觉讲。啊，这有可能是我家己的一个、一个啊，一个借口安尼，然后啊，所以呢，有个人讲，伫古早人咧讲的讲叫做春困夏乏秋顿冬眠，无一年是这个啊，这个简单讲就是讲吼啊，无一个季节是足清醒吼，啥物叫做春困吼？困就是安尼，安尼爱困爱困安尼，然后干嘛讲？啊，这个天气吼，那种感觉人会神神啊，一个安尼头壳戆戆吼，这种讲叫做春困吼。啊，这有时是讲啊，这是一个受到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吼。啊，下乏吼，热人就是感觉咧神神无力无力啦吼，就是相当常常不振。啊，这个对，感觉无力啊，为什么感觉无力无力热嘛吼？啊，所以这个啊，你也感觉讲哪卡有呢？较凉一点，还是讲啊，这个透一点啊风丝啊，哇，感觉这种感觉真好呢。啊，就足想要度孤一个安尼吼，啊，精神不振吼。啊，那个秋天吼，啊，这个下法秋顿吼，顿来讲也打盹啊，也度孤啦吼。这诶，足够多。啊，那冬天呢？冬天的归期呢？啊，冬眠啦吼，对啊，好好啊去甲困安尼啦吼。啊，这有时啊，就是讲啊，这个伫咱哦，家己一挂这个借口啦吼。啊、其实在中医里面在说的这个下法当然就是在提醒我们、不是说一定会安的，就是说你的下法，比如说你热人你会感觉这样神神压杂压杂，这种是因为天气的一个这个热来造成，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因为它温度高、这个新陈代谢都会比较快、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水量，需要这个氧气呢就会更多一点，所以、在热人、因为我们很热有的睡得不
饱的安怎吼啊，这造成咱睡眠较不足吼，所以这尤其咱若是伫较热这环境内底啊，这劳动的时阵吼啊，比如讲伫横林安尼做啊，足热的对哇，足热飘飘啊，热飘飘吼，等于较厝暗时呢，佫热飘飘，所以。古早啦，即马无可能，即马咱搁较暖呢嘛，无毛一台啊电风扇当伫遐烘呢烘呢吼，啊有诶呢啊，即、這个正经那是真热呢，出一个啊即个冷气，暗时哦家己较好困呢吼，啊咱就当去克服即个下法吼，啊所以较早阮师傅拢嘛讲。热人食姜啦，热人吼，拢敢讲讲叫阿婆啊讲热，因为我以前那是啊，伫屏东遐，我较早捌去学师啊嘛吼，啊去学个师啊工啊，都对伫迄个许啊去甲人扫涂骹吼，因为咱着感觉迄种物件趣味趣味嘛，着去啊，迄、那个师傅着安尼讲啊，若看我坐伫遐吼，啊神神，又无啥物工课嘛，无啥物工课，我有当时啊，伫遐行来行去嘛，毋是啊，坐咧过伫遐拄久啊，若伫遐咧拄久，咱着搁起来行来行去安尼。啊，有时啊热人吼，下晡时啊两三点啊，迄阵常常拢生理拢真歹，因为大家拢咧休困吼。啊，伊来也看阿姨个啊，学医生啊，若看着我着讲去啉水啦，大家嘛是看着我去啉水啦。啊，那是晓得讲去食姜啦，吼、哦，这大概拢是安尼。但是即马养成一个习惯，你知影无？所以啊，伫热人的时阵，冬天其实我不太爱吃姜，吼、哦、啊。当然咱食一寡这物件袂歹哦，但是你即马就是讲啊，即、这个热人的时阵哦，食姜是食啥物？食凉拌的，吼、哦，这凉拌的迄种，比如讲你热人食无啥类吼。哦啊，你甲用一寡像即个木耳甲烫哦熟吼，木耳莫食青吼，啊木耳甲烫哦熟啊，咱食小黄瓜吼，啊即、這个许啊用一点仔醋吼，即、哦這个酸酸食开落，啊你若爱食咸，我像阿伯啊用一寡咸，啊拨一点仔姜吼，啊热人的时阵吼，啊尽量是用姜姜啦吼，当然你用即老姜啊不要紧啦吼，但是尽量用姜姜，因为老姜吼食较袂落吼，你用姜姜迄种许吼，啊甲拨拨啊，啊是讲甲倒个油油啊淋伫迄个许内底，安尼加食一。挂一种姜吼，然后迄个气呢，啊，另外即个叮当吼，这样呢起来呢，就继续好诶。较早拢嘛是安去用念吼，啊，这个、感觉是真好。啊，当然啊，搁有一种就是拄则讲诶，食酸酸是啥物物件啊？即、这个柑橘类啊，但是咱伫台湾哦，这个、时阵无啥物柑橘类通食，爱食啥物食柠檬吼、哦。所以咧做凉拌诶时阵吼，甲炖一挂这柠檬落去吼、哦。啊，柠檬内底呢啊，伊其实柠檬柑橘类钾含量足悬诶吼，啊，所以你诶即个钾含量较悬，啊，一些酸味主要是。酸的开鼻哈，啊，这个会提神哈，啊，这种诶真好。啊，你也是讲啊，这甜甜啊，迄、那个柠檬皮啊，足清气啊，咱就啊来甲伊食一寡这个许小啊泡一下茶，这嘛真好，吼、哦，这嘛真好，吼、哦、啊。所以呢，这部分来讲呢，这个啊，我是感觉讲一寡即个老一辈呢，吼，人因为这方式啊，中昼吼，尤其热人诶时阵吼，中昼就尽量，尤其那时候呢。正经真热吼，唔通去做工课吼，即小眯一下吼，中昼卖困伤久，困伤久呢啊，困啊规身躯虚咧咧，啊小眯一下吼，啊会当小坐一下啊休困一下，好家己呢啊，即个脚步咧啊放较慢小快安尼吼，啊即种呢会当减少中暑的即个机会哈。啊，这呢啊，应该是相当好啊。我个人啊，伊落来了呢，一直感觉讲吼。一直觉得呢，啊，会感觉讲，嗯，还不错哈、哦。就是这个啊，姜甲酸的这部分登记落来时阵啊，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哈、哦。啊，后摆唔知啦，感觉讲啊，这个还比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嘛是。这个有哈，就反正呢也不怎么样。好、哦，阿德干妈讲，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啊，因为较早拢会家己照靠嘛，吼、哦。就热人的时阵，其实我是惊足惊热吼。迄、哦、阵在屏东咧读册，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大概三月份三啦，关掉个去啉水啦，去食姜啦。哦，阿德即马哦，柠檬好啦，食寡柠檬茶嘛，袂歹安尼吼。哎、哦、呀，真正我感觉。那个真的感觉很好哈、哦、啊，所以这个和平来修了解。当然，你咧食柠檬茶的时阵吼，那个糖吼，你若无习惯食这个药物，你得啊、你得加这个用一点点啊蜂蜜，然后上无伊这个还有一点点好处啊。你乃当尽量卖食啊甜，因为即马咱的这个啊热量摄取拢较高，尽量卖食啊甜吼。所以热量高啊，对自己好一点啊、哦、啊，这个多喝点水吼、哦，一定爱。
爱定爱提醒家己加啉寡水吼、哦。啊，有当时啊，那是一个无用的时阵啊，足侪人是拢会忘记喝水吼、哦，这足正常诶吼、哦。老师老妈讲，如果可以的话吼、哦，啊，你会当一种叫啊，食较袂累啊，食一撮辣椒吼，啊，食一寡用一点点酸的东西，啊，你这种酸的物件呢？啊，尽量是找越自然的越好，比如讲啊，一个一个柠檬，吼、哦，这种嘛是一个吼、哦，凉拌的时阵用柠檬来凉拌，啊，这真好。百香果啊，打、哦、的百香果加生，啊，这用来凉拌，啊，这个翁来哦，这翁来。啊，切落细块细块薄薄啊，吼、哦，你做凉拌菜，诶，其实也不错啊。无食诶，往来真酸啊，无食你就甲摕落甲做凉拌。啊，其实台湾即卖买到啊，即、這个袂甜诶往来吼，比买到酸，买到迄、那个啊独酸诶往来吼，迄、哦、种迄、那个买到袂甜诶吼。较困难，对，哦、通常买到拢是甜的吼、哦，啊，所以啊，那是万一啦吼，你也得奖啊，免干胶啦吼，就是买来这个啊，加用用的吼，啊，加切落较薄嘞吼，啊，好家己呢，食一寡呢凉凉吼，啊，多吃点蔬菜吼、哦，啊，尤其呢，这个啊，咱讲夏病冬医，冬天呐、啊、容易酷酷少的人吼，哎、哦，一种安尼吼，啊，这个有的人呢啊，自从去印度回来，因为印度回来。台湾的空气就变较歹吼，啊，因为印度的空气较好，啊，咱台湾的空气较歹，啊，所以住去印度回来就，安尼哦，逐工你若听到，哎，就安尼，啊，你也甲讲就讲啊，台湾空气不好安尼吼，啊，如果那是有这种呢，啊，就是讲也安尼这种坎坷少些吼，啊，这通常伫夏天的时阵吼，就要吃点绿色吼或者白的吼，这两个颜色呢，爱得来去搭配一下呢吼。啊，这样会好很多了哈、哦。啊，这是一个在饮食上吼、哦，其实简单讲就是讲，尽量反正唔知是食啥物好，啊，你就卖去改许吼。啊，逐项都卖食伤济，安尼就好啊。吼、哦，有人讲啊，唔知要食啥物较好，食的类吼、哦，啊，食较清淡的，因为即马咱拢食较好了哈、哦。啊，记得卖食伤油吼、哦，啊，要食哪要食油，食较好的油嘞吼、哦。比如讲啊，食一个啊苦地油嘞吼、哦。啊，即个啊，若惊讲啊，迄唔知伤冷未，食啥物物件伤冷未，啊，无你甲食。说他麻油，对吧？啊，这个都很好哈、哦。啊，当然，即卖贵妇呢，拢食这个啊橄榄油。老实讲，橄榄油一种臭青味哈。遮侪当来啊，不过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品味。有的人摕来啉，嗯，好喝。我感觉啉就是哇，苦苦涩涩哈。啊，伊咧透一个臭味哈、哦。啊，对于这个橄榄油呢，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哈、哦。不过呢，有当时啊，就是。放宽自己的心哈，就给自己不要太在意哈。啊，热人的时阵有真侪这代志哈，你感觉较烦、较压身啊，是安怎哈？啊，我个人是感觉讲，要跟天气有关，但是呢，啊，就多吃点酸的，多吃点这個，因为这种物件通常含钾量拢会足悬的哦，啊，食一寡金蕉哈，那会让你呢啊，这个金蕉又是黄又是白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哦，调气理心哈、哦，上好的一个物件哈，所以香蕉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水果哈、哦、啊，多吃一点啊。那你讲的多吃就是讲啊，就是嚼巴呢，然后所以这点呢，那你当好朋友哈，小来解这了解哈、哦、啊，这大致上是按你这情形这提供，我咱听众朋友做参考。有任何啊，这个问题需要咱大家做讨论的呢啊，拢欢迎咱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呢啊，咱也当大家一起来。尝试看看哈，啊，讨论看卖一下，做看卖一下，我想讲应该是很不错的啦哈，啊，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会当小做一些参考。啊，你脑壳好诶，一个建议，还是讲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哈？啊，这种无妨呢，拢会当含咱大家做回来来分享。啊，不也是因为呢，这算讲叫做野人献曝啦，吼，就讲用容易拍到去，感觉哇。这个怎么这么爽啊？你哈，阿卡金，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吃好像很好，
OK， 欸，不错哈，啊，这个就给大家做做参考。当然啊，真侪这个营养师也这样讲过了哈，所以确实也是，它是有道理的哈。反正我们在要吃啥，就是只要均衡啊，然后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哈。啊，热人的蔬菜在台湾往往拢是较贵啊。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呢，啊，俗个要靠天哈啊，所以呢，多吃一挂青菜哦啊，这个热人吃袂落，用烫的哦啊，加点上面有呢，较清淡一点哈。啊，应该呢对身体都是不会有坏处的哈。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都有咱的听友问我讲，哎，宝妹，你每一天跟老师吼，刚好事先套招，我讲套什么招？那有时间拄到啦。因为哇，安娜宝老师，你就跟真的跟你见招拆招，我说是的，不要烦，不要怀疑哦，真的就是见招拆招哈。所以后面哦，没有时间底下套什么招啦，包括老师给你外门一什么代志，外出什么抗刀吼，已经这样在，所以阿宝老师真的不简单。好了，言归正传哈，来老师来先看一下哈，咱田玉田中平有这问题哦，来咱田玉呢。林志煌伊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讲，因庄头呢有人吼种水根蔬菜，啊，伊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讲，伊种迄个水根蔬菜是种这個小白菜，啊，小白菜迄个白哦白色的梗的部分，要安怎让伊较长诶？怎么样才能够增长？啊，是肥料爱做条件，啊，是讲用什么款的方式？是，这个伊迄支骨吼，迄支要较长，其实是个叶柄吼，这个叶柄伊要较。等小夸呢哈啊，这是有方法的哈。这较早阮伫学校的时阵呢啊，因为阮实验室啊，阮实验室是专门做这种之类许哈啊。简单讲的是专门做植物营养哦，这种营养的这个研究啊呢，然后啊，所以伫这方面呢，就是要做植物营养的这个研究，通常的位对一个所在着手，就是讲为水耕，因为你种伫土骹底吼，迄、那个肥你无材料去控制，伊原底有啥？什么物件，迄足复杂诶吼，啊，所以我都真单纯，所以咱会当用足清气诶，即个水，哦，就是讲伊去离子水，甚至啊，即个简单讲吼，就是讲又是去离子，又是超纯水即种物件吼，一般阮啊，伫即个做实验内底吼，啊，应该叫做 UP water 吼，即个 ultra pure 吼，即个超纯吼，即个 ultra pure water 吼，所以关于你大概咧讲咯，你讲咱念啊长，所以拢念 UP 吼，啊，即个 UP water 啊，有诶就直接。UPW 哈啊，你咧做实验的时阵，有当时啊，伊讲啊，你搞我一个 UP 啊，啊，就是我这大概第实验室内底就知影吼，知影讲啊，这种就是超纯水，啊，用这超纯水去甲配，啊，配这个比例啊，我要互伊欠啥物，就要互伊欠啥物，要互伊啥物伤济哦，就啥物伤济，啊，即嘛用这来做这个水耕的一个比较哦，啊，你就知影讲去对比起来啊，这有差啥物款的一个啊，这个啊欠啥物也变做啥物，欠啥物变做啥物，吼，这作者这个。植物营养的这个研究吼，拢是利用这种的这个方式吼啊，来给伊做一个这个研究安尼吼，所以通常，所以阮伫实验室内底啊，都常常去做这种的这个物件吼啊。目前所知影就讲，迄个根要较长吼，叶柄要较长呢，要有适当的钾肥。所以一般来讲，你这个钾肥的比例呢，吼钾的比例呢是有可能是有一点点啊，较无讲啊，有一点比较没有那么适当一点点安尼吼。意思就是讲，会当较加一丝丝啦吼，这。简单讲是上简单的解决方式呢，啊，就是这个提高钾肥的用量，哦，提高钾肥的用量，哦，啊，但是呢，叶菜咱弄个就讲啊，叶菜的水菜的这个氮素较悬哦，其实啊，你也可以适当的这个。钾的比例啦吼，啊，迄支棍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啊，会才长一点吼，其他不是跟它长一点了，甚至有时候它迄支棍吼，当然是看品种吼，啊，它会再更白一点点吼，这下面也记得也有一点啊，这种关系在哈，啊，所以这当我然后朋友呢小做这参考吼，就是讲啊，有当时啊，这物件吼，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比例啊，你小了解一下安尼，啊，这也当小花做姐姐调整吼，的比例上哈，比如讲钾啊，怎么样去升高一点？啊，一般咱伫咧用水耕较少用氯化钾吼，比如讲你单时要去调整这个钾肥的时阵，你可能会去减某些上面，比如讲咱。
去调这个钾，上爱用硝酸钾。啊，有的人诶，夏天也去个啊，给他一点低剂量的这个尿素啦，吼，就是讲伫水内底。但是一般那是泉水更是足少用到尿素哈。啊，你也是讲这个介质栽培的时阵会去用到尿素，因为水内底无这个啊，无这个转换酶吼，所以无一寡微生物去个转换，因为尿素咱知影尿素爱转做这个。啊，氨态氮甲变做硝酸态氮，做不靠我都吸收，所以你伫水内底吼，伊即个尿素吼，纯粹水更吼尿素是不现实诶。啊，但是你伫即个尿内底是有法度诶，吼、哦，就是讲啊，你吼伊伫即个介质栽培内底吼，迄基质有基质土嘛，有迄土伫伊遐，所以你若吼伊一点仔即种物件呢，啊，它是有用的。好、哦，这物件也是有路用的安尼啦，吼，所以啊、这点呢，当我咱好朋友吼，小做一即个参考，吼、哦，这大概呢，啊，伊是只要伫即个钾方面小可做一个调整，啊，一般啦，吼，一般来讲呢，啊，即、这个就真容易吼，真容易来改伊，啊，即、这个做即个物件，吼、哦，啊，水耕吼、哦，水耕其实伫阮读大学的时阵吼、哦，大概七十几年，民国七十六年，我读大学。都已经有，啊去读大学的时阵吼，啊刚好就遇到吼，因为较早阮有饲一种，有饲一个即个物件吼，即种物件呢叫做骨瘦肉哇，即个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哈，我怎么会去养那个？啊，迄个时代未晓啊，都戆戆啊吼，啊人讲迄好啊，咱就甲饲。啊，其实那时候是有赚到钱哦，迄个时阵是有赚到钱。啊，即个骨瘦肉饲饲的了，怎啊无人要爱啊？因为变做一个即个公害啊吼，啊，即个变做一个危害了的时阵呢，啊，迄阵就讲啊，迄窟啊要创啥吼？啊，所以啊，拄啊开始吼，政府咧推这种水耕吼，啊，拄啊利用迄窟啊来做吼。啊，其实算一算，较早无啥要用吼，啊，反正就啊乱搞吼，啊这也是啊，就给他玩一玩吼，所以对这有一点啊这了解。啊，其实这个水耕吼，这个你讲导，因为这种吼还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啊，这个无啥共款啊，就讲要把它做到一个好。一个机制吼，其实这往那些碳基，因为种就是靠伊的一个啊设备设施的一个轮转率吼，你若固定的一个所在咧销售吼，比如讲啊，你迄是控制一个较好诶、较清气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呢，那是该种好势吼，认真好好啊去做吼啊，我相信这种物件呢，事实上是有啦吼，但是这种菜我还是觉得它比较不好吃啦吼，等于讲伊足油诶吼，佮足油诶，啊，这拢佮足不耐放吼。啊，所以呢，通常是安尼吼，所以这个大部分呢是要这里呢啊，会当互你小了解到吼，这大概是即款即情形吼。好，啊，这互你做参考啦吼，这有当时啊，伫即个钾肥上呢，小可来改即个做一点点啊，即个微调吼，啊，应该是爱真会当做了真好势吼。啊，即、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吼，这水耕对乙烯值其实是足重的啦，吼，就讲迄个医师呐控制好势吼，啊，但是呢，甲讲起来足侪人，即、这个不啊熟悉一个做水耕的朋友，伊讲，哎呀，叶菜，忙这个，不可以讲粗话哈，伊的讲来，这个撒泡尿都可以种出来安尼吼。你足看袂起即个种叶菜吼，啊，但是我看过人咧种吼，啊，种了真好嘛是有啦吼，伊足经济，你看即、这个啊丹麦有一种。一窟水做大窟的，啊，伊迄个是移动床吼，所以一片吼，啊，伊即马菜就是为这边播种吼，机器播种，啊，就累，啊，为这边伊就开始一地一直甲推过去，啊，塞去到另外迄边面，哦，啊，伊安尼洗一即个菜吼，安尼洗一连顿来吼。绕一圈回来，伊就挂起来。你甲看伊迄间偌大间吼，较早我拢想讲迄个公办家吼，他有可能即个播种啊到迄边，就甲伊即个啊，就甲收起来吼，到遐遐大间吼。啊，自从我看过一间温室十家的时阵呢，啊，我就相信讲哦，有啦，有遐大间对吼，啊，一间温室哈。一间温室，我听众朋友听清楚吼，一间温室吼，连栋温室十公顷吼，十家地就是一栋温室安尼吼。一家地一栋温室是无啥吼，十家地一栋温室的时阵呢，啊，非常的一个可观吼。啊，这十家你若讲位头轮到一头，可能菜就老呀啦，
吼、哦，才得老伊啊，所以啊、原来这是有可能的吼，所以伊一工安尼一排一排的对啊出来吼，来、哦、得一直一排甜啊，伊得甲杀走，一排甜啊得甲杀走，即马一直甲杀过，一直甲杀过，啊，即马到迄边安尼吼，拄啊一工吼，啊、伊。种的这个量，啊，即马就开始出菜哦。这边的一工一工一工一直收，一直收，达工的吼、哦，这样呢一直也也是很不错了哈、哦。啊，但是呢，在台湾能够这种嘛，唔知影呢吼，所以我就觉得也可以参考人家。但是有些这些东西哈、哦，这种物件拢是安尼啦哈，就是讲简单讲，真济这个研究哈，真济这个研究，你也是讲，一定爱知影自己出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尤其做水耕哦，一定爱讲，就好朋友讲，就是讲，既然你那是要做这种精细的这个工课，有人讲，哎，青菜当然是会当种出来，但是你种会出来，甲要种会好，甲要种有一个高产量，甲要种一个真趁钱。啊，这是一个无同款的这阶段啦吼。啊，其实伫我个人的一个啊，种树农业的这经验内底吼，啊，我感觉吼，农业要成功呢，必然爱有三个条件吼，必然爱有三个条件。第一呢，适当的品种吼，适当的品种吼，适当的品种加上这个适当的技术啦吼，唔是上好的吼，这世间无上好吼，都是适当的品种加适当的技术，过来呢，就是一个呢啊，咱来去怎样呢？完美的销售，这个得爱真正做个就完美吼，这完美的销售吼啊，真侪物件呢，拢唔是啥物真好吼啊，但是呢，唔是讲唔是真好啦，没有到好到那个程度，但是你啊，有法度甲卖甲足好势时阵，真正足无简单嘞。所以一个完美的销售呢，啊，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然后啊，所以这点咪当互咱好朋友呢，小了解者吼啊，这种是当互咱听众朋友呢啊，小好，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哈，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啊。只是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哈啊，水耕其实啊有不同款的一个阶段，这侪人来，你看啊，这侪人在做哈啊，这侪经倒去，啊，佮有这侪经嘛是有赚钱，为什么？哦、啊，就当下咱是爱去想看买啊者哈。嗯，好，来6338601 6338601，老师来看一下哈、哦，这个涂怡璇的问题。涂怡璇，你知道哈？哎，你稍微看一下，先看一下他的那个小番茄，他的小番茄哈是有什么款的异样？包括你底下阁有看到咱有米的相片，还有米的相片呢是617，要请教你的这问题。他想要请教阿宝老师，他的玉米哈怎么了？因为我想说就一起让你看一下。哎呀，阁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桃树呢，老家要安怎哈？哎，醋栗、流椒，对，你稍微看一下小番茄嘛，一点嘛不感觉。对，小番茄，对，有小番茄，小番茄是涂怡璇的，啊，那是有比加迄个桃树的老家，嘿、哦，那个是617的问题，来。啊，这个小番茄哦，伊种这较特别吼，这中一点边啊，有小花白米啊吼，那这应该是这个炭疽病吼，炭生吼啊，这个植咱感冒病吼，因为咱一种的这个过程内底可能会足细致去对这个啊疫病啦、早疫病啦吼，还是讲这个晚疫病啦吼啊，这种咱会足小心去防治。因为咧防治这个病害的时阵呢，啊，相对的有法度甲这个炭疽病甲这个防治掉咧，所以一般来讲啊，咱会真容易去忽略掉吼。所以这是各管定啊，这种你上这个看一只打后当时啊，安尼啊，都开始小话白米啊，这高湿的时阵吼，高湿这天气呢啊，就较容易来改这个。三星啦吼，所以这一般来讲呢，啊，这应该是含这个炭疽病吼有足大的一个足密切的一个关系吼，啊，所以这要小注意一下，这咪这个炭酸吼，其实那是首先预防这个禽流感、湿痢疹情这种拢有效。啊，唔过吼，咱既然已经有看到这个病害的时阵呢，啊，咱通常咧用的就是治疗性吼，会去用这个治疗性的这个用药啦吼。啊，这种治疗性的这用药的时阵呢，啊，咱为着要节省咱的成本，所以咱通常就是讲啊，一支治疗性的这用药啊，加一支预防性的这药啊吼，清流菌啊，是讲这湿痢疹情吼。不过这种咧用的时阵啊，就必须要注意这个，还是需要吼，还是要注意咱伫这个。
使用当中吼，啊，一个足重要一个所在，就是一个安全用药吼，啊，注意这个有推荐的，一个爱用有推荐的一个药啊，啊，这个炭疽病吼，这个药啊呢，其实伫推荐用药内底吼，它是很单纯的啦，青柳坤吼，啊，其实像这个百克明吼，咱知影百克明对这个炭疽病呢特别的这个啊有效果，其实唔免无得卡得爱就百克明吼，比如讲你这个亚脱敏其实买晒吼。啊，是讲像这个三氟醚嘛，是会使。啊，那严重的时阵，有个人会甲加做伙，吼，加一个代克利啊，是讲德克利之类的一个这种药啊，吼，啊，安尼来用吼，这啊，我个人是较少安尼用啦，吼，就是讲咱通常的一支啊，加一个这青柳坤啊，是讲斯利本清，啊，是这个又去加一点啊来用，吼，这大致上是安尼，都我都甲这个病害控制掉了，这。这种情形伫温室内底吼，就是讲咱种小番茄的时阵，会去看到这种的一个这个。会去看到这种的一个这个问题的时阵，吼，会去看到炭疽病伫各管顶，通常拢甲咱提醒一项这个属性吼，像胆嘛，太湿了。哦，这可能咱好朋友啊，一定爱稍注意一下安尼吼。所以你那是讲啊，这个伊那是拄到这种情形，吼、哦，就是讲你有看有炭疽病，吼、哦，咱首先来去检讨的，吼、哦，可能就是讲这个啊湿度上，吼、哦，湿度上应该是有一点啊这状况，吼、哦、啊，所以通风爱做好些。热人哦，其实做不吼，得手拢是热死的，吼、哦，做不得手拢是湿死的。当然，热有可能让伊更加冻袂掉，但是最主要也是吸湿吼，就讲、是、太闷了。你若通风好的时阵吼，啊，它还没有问题。你讲像感冒病是毋是理论上来讲是毋是不耐热对吧？吼、哦，就别耐热。但是啊，不要去看迄个甘肃吼、哦，去看这个啊新疆那边呢啊，因咧种这个番茄的时阵吼、哦，看因咧资料，我人无去啦吼，惊、哦、死人！看迄温度记录吼。哦这白天才四十几度，惊死人！吼、哦，哎，感冒病嘛是才四十几度，外口嘛是四十几度，好像火焰山吼、哦。啊，这个阿姨去甲孙悟空去甲这个铁扇公主借迄个扇子迄个所在吼，伊甲下迄个火焰山甲火甲下落花也正热遐。嗯，因嘛是安尼咧种吼，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讲，因伫高温的时阵吼，因为因咧足干燥吼，高温，但是因干燥，所以因只要互伊一点点啊水分吼，水分甲补充有够，伊有法度降温。其实感冒病的这温度并无像外口的气温四十度遐尼高。啊，但是因为湿度真低，所以迄水分会当充分来利用这个啊、来降温，所以伊的番茄嘛当做了真好。啊，伊这种就是讲较暗时吼，比如讲。到三四点啊，只只只劈一下，这温度就水降落来。哦，晚上伊个的，到日头开始车晒了，伊的这个温度就一直降一直降。啊，暗时呢，啊，像这热人的时阵，伊嘛差不多二十通度啊，呢呢，哇，迄种温度足好诶，吼、哦。所以较早的人咧讲啥物，早穿皮袄，午穿纱咧讲这种情形，哦，温差真大。啊，伊主要是干燥，哦，干燥，所以这啊、最主要是安尼。所以你若有炭疽病，你一定爱注意这通风的这问题安尼，吼、哦。好啊，搁一个是这个玉米吼，翻、哦、倍一个这情形，吼、哦。啊，番麦这种爱注意吼，小花有一个这个啊，叶啊、新麦安尼，光光、臭大、臭大、白青、白青吼，啊，顶管那叫什么物件，改路过这种的一个这个情形吼，这特别爱小心吼，因为这种含这个番麦吼，番麦咱有一个这个。病毒吼，就是讲伊较容易有一种这个啊、这个病毒吼，所以啊，这病毒是虾米款去传染吼？这是靠这个剂嘛吼，这环贝内底有一种这个气味，所以你这气味一定爱防治哦，啊防治要好势吼，这种退绿斑驳病毒吼，所以今年是后年一定爱甲气味防治要好啊，气味防治好，伊这种问题就不会吼，所以你这应该是这个剂嘛，这个危害吼啊，我的药应该是安尼吼，所以这。气味呢？啊，小改这处理力吼，应该都无什么款的一个这个问题啦吼。啊，这最主要是含这个气味有一点啊，这个关。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伊迄个伫中路迄只遐有小款那种灰白，这应该是新买时阵都要加的吼。啊，所以这个芝麻这个危害吼，你稍注意一下安尼吼。啊，这一般来讲。啊，应该是真紧的话，都来甲伊啊，来甲伊控制哦，好势安尼吼，即提供予你做参考吼。
啊，至于这个桃啊，吼，桃啊，这种咱是不是有一个讲啊，伊的这个老家吼，这种这是叫做流交病吼，这是咱啊，这个桃啊这类的吼，桃啊这种物件吼。啊，其实唔是干那桃啊的啦吼，桃啊还是讲即个吼啊，一寡像梨啊吼，但是桃啊那种上严重吼，即即类的即系作物吼啊，桃啊较严重淡薄啊，即种通常就是讲伊有可能吼，就是伫即、這个是一种的一个即菌吼，即、即、這個、病原病菌吼去寄生伫迄个所在，所以寄伫遐即嘛湿度较悬时阵，伊会爆破吼啊，伊遐遐就较容易呢。啊，有一个温暖多雨的这个天气呢，啊，伊这个就容易来改这发生安尼吼，所以这通常是安尼，所以伊也是伫掌心，简单讲就是讲伊掌心有得病吼，啊，所以通常树干吼，就是讲你爱防治又好势，因为老是有一挂海棠、有干歪啊，啥物去甲加，啊，有迄空嘴底下，伊就较容易老加，咱啊尽量就是讲会当去甲喷一挂这药啊，吼，比如讲啊，简单用一挂这硫酸铜、贝芬替啊，是啥物款这吼，啊，这烧来改做一这处理呢，这拢有真好的一个这个效果啦，吼。啊，这个算伊一个是伤口上的结节问题吼，所以伊并无一个啥物直接的这种推荐用药啊来讲，伊是治疗这流交病啊，但是伊个就是这个物件吼，咱会当小甲喷，药啊方面吼，小用一寡，啊，这简单讲吼，就是讲你若有药啊去甲喷喷的，啊这效果上呢，其实还蛮好的吼。啊，有的人是讲无插伊吼。啊，这不好了吼，因为咱尽量就是讲伫，尤其伊若落叶啊了的时阵吼，落叶啊了，咱会当去甲洗掌吼，啊吼，即个啊，伊即个原地即个菌吼，就可以给它大部分吼，啊，因为全部叶啊吼，即做这物件真好洗，啊，咱都话都改伊。啊，这个控制掉嘞，安尼吼，所以这通常是啊，即要注意啊，这种就是讲，伫涂骹底即水分是不是有伤过头济啦吼？因为你那是水分过高吼，啊，伊湿空气的湿度就足悬嘞，啊，空气的即湿度一高呢，其实伊一个悬嘞，啊，这种病就足容易来改即个产生吼，所以这当我咱好朋友啊，稍来改即注意点吼，所以这多数是安尼，啊，即处理袂讲真难啦吼，啊，其实就是讲啊，那是糖吼，比如讲有糖去甲。加，啊，咱可能就爱淋一撮糖油啊去甲转转吼，啊，那不是糖去甲加吼，有可能就是这个啊一挂这个病害的这些食吼，啊，啊，然后去甲伊喷喷，啊，这伫甘蔗类原啊有，甘蔗类的这老加这个较麻烦的，比桃啊这种的这个啊这较麻烦安尼吼，所以。大概是安尼，啊，咱咧喷吼，大概贝芬替这类的这广效性的一种。这用药啊，吼，比如讲美奈德啦，这种嘛是拢是有效的，啊，你当安尼来简单做这处理，啊，应该都我都该控制掉咧，提供我哋做参考。好，来时间的关系吼，咱第一点钟先暂时进到这，手机边的听众，稍等咧，第一广告刷了，马上再个回来。